但是好看，但是不好看。我是在结果看。主要是这个高原的是吧？这个椭圆是干嘛的我都不知道呀，就是人家要圆的呀，人家做出来有尾巴人家不要，人家要圆的。那这个街道不能做圆的吗？怎么可能做到这么圆嘞？不要非常圆的是吧？也不要非常圆，起码要把上面的尾巴搓掉。我怎么好像这板是不是长了一点，这也太圆了吧，我靠，就是圆啊，你这为什么搓这么圆，真是无法理解。我要剪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啊。我要这个先别搓搓行吗？哎，这是搓之前，搓之后，就跟那个形象对比。那个谁，那个叫用了这个什么以前，用了以后。减肥啥的。再加一个。这边可能要加一个挡板，让它搓到这个位的时候就哦也不行。他现在有的出来了，又被他带进去了。那没事的，那个把那个头再提高一点就好了，那个脚再提高一点，那个鞋子。这真的很圆了。啊，拍张照片，然后画打个过来，未搓之前。搓之后。搓之后。就放那个买我的衣服之前，买我的衣服之后是吧？买之前赵本山，买之后刘德华。哦，太圆了，太圆了，太圆了，自己都对不起自己，搓这么圆，太圆了。